啊，佢两个倾咩倾得咁激动呢？喂，点啊 ，Michelle？ 系咪老细话唔满意我，跟住你为咗我同佢开拖啊？啫，你算罢啦。唉，我谂老细唔满意嘅系我。佢唔满意你身材太好，搞到同事冇心工作。佢话要我去印度倾单生意啊。咩啊？印度？即是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单强奸案的那个印度？是啊，而且是一年有600单强奸案的新德里啊。你不是真的去啊吧？我当然是四路啦，生命诚可贵啊。咦 ,Michelle, 是不是跟老闆谈定了呢？有讲有笑的。是啊，拆掂咗啦，下个月我就飞啦。结果改咗去边度呢？新德里啊。唔系啩，又话拆掂咗？你冷静啲啦，系倾掂数，搞掂呢单生意就 promote。咁但系你又话唔想搵命搏？边个话一定会出事噶？你咪咒我添啊！佢听讲印度佬好咸湿噶。咁你又唔使惊。那位印度大亨同我一样都是哥大校友，应该是文明人来。还有我有个 friend 推介了一位香港印度通，到时有个照应应该没事的。